第10届 Pro FC 综合格斗赛5月9号即将在台北市立体育馆点燃战火，赛前12个对战组合进行过磅仪式，选手们眼神互相凝视，让现场的气氛立刻沸腾起来。而咱们台湾选手们也摩拳擦掌，期待在擂台上的终极对决。明天当然希望自己状况非常好的话，那所学的。 招式都可以用出来的话，当然是希望说在最短时间内就可以击败对手这样子。紧张，其实到最后已经被那个减重那种痛苦的感觉已经压过去了，对，所以其实紧张是还好，可能到真的到擂台上铁笼里面，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。今年我比较调试的比较好，如果去就是之前的话，就会非常紧张。可是现在就反正就不要去想，到时候再好好的全神贯注的在那个过程上面。 不止台湾好手们准备好了，千里迢迢从美国过来参赛的轻重量级选手 Chad Reiner 也带着十足的信心，要在主赛事上一展好身手，期待能拿下 Pro FC 首条冠军腰带。 Pro is my first fight in Pro FC. It seems like a really organized event. Seems very legit. So I'm excited to fight for them. Excited to be their 170 title holder. So yeah. 万夫莫敌，台湾到丁，最热血的格斗赛事即将登场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除了能到现场为这些斗士们加油鼓励，还能锁定未来娱乐台的转播服务哦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